林太太，最近还好吧？那接的怎么样？用的情况还好吧？还好，好。正常了哈。那个，看一下这个医生的检验报告哈，指数稍微有点偏高哈。我哪会这么不好？阿妈今仔拢破病，我要哪会当让伊知影？我的病阁压起来啊！你莫安尼想啦，你家己嘛无愿意啊。是安怎？不管我阁卡安怎打拼，还是躲袂过。这几冬你真正过来咧治疗，咱即马提早发现，是一定会好起来。你还佫有我，还佫有囡仔，咱千万袂当放弃。为着大家，我会较坚强。爸妈那边，我再找顺和去参详看卖。家在，还佫有你陪伫我的身躯。你哪会这么着急转来？哪会无等爸精神？爸的手术真顺利啦，我一知影，我就赶转来看妈甲你啊。张文俊甲你讲，是想要先互你知影，唔是爱领恁两爿走撞啦。这哪有要紧啊？我本来就拍算，最近安尼飞来飞去。大姐，嘛好佳哉，你伫咧定期追踪，啊，即个癌细胞转移嘛算是发现了早，你着安心治疗，爸妈我会顾，莫烦恼。顺和，我毋知影要怎甲妈讲，昨暗我想几暝，若是咱先莫互伊知影。这边哪有可能无雨灾啦？若无你跟我讲，我应该要安怎做？咱着老老实实甲妈讲啊，妈足坚强，而且伊对咧上林嘛学着真侪道理，伊会用接受个呀。不过妈即马有火啊，我爸妈即马拢破病，我若甲因讲实在话，我会感觉我就不好诶。大姐，你莫安尼啦，莫安尼想吼，这也毋是你的毋对。无安尼啦，你著甲我斗三工，我莫讲，你嘛莫讲，一定莫会过瘾啊。大姐，咱自细汉，妈著甲咱教讲，一家伙仔若拄着困难，著爱斗阵面对，斗阵解决。咱即马甲妈温磨，才真正是不好呢。伊将来若知影，一定会更加艰苦的。好啦，你答应我，给我一寡时间，我家己的代志，我家己来讲。
来。啊，好，莫急，你紧起，你起开。袂，哎，你起开。好好，哦，你今仔日甲我睏上好啦。迄你毋知，迄前两天啊，互阿奶甲春燕，哦，两个有够歹睏，迄睏票有够歹个，安尼变过来，变过去，变过来，搁变过去，害我嘛无睏好势。是哦。哎呀，自细汉咯。五个囝着你上乖，啊半暝啊嘛袂吵，啊吼，安尼乖乖啊，安尼定着啊定着，安尼静静啊倒伫我甲恁爸爸个中啊，哦，一暝到天光，嗯，哎，哎呦，哎，你几岁啊？才生奶，不管我几岁，都是你的查某囝。嘿啦嘿啦，妈，家在我有四个兄弟姊妹，我若是袂用个陪伫你个身躯边啊，我还佫有弟弟妹妹会用个陪你。哎呀，讲查某囝仔。你是咧胡白讲啥？嗯，妈妈这世人吼，上解安慰的，就是生恁这五个囡仔。大家拢安尼这捌想，搁这乖了，以后我甲恁爸爸若是先转去，我相信你一定会互相照顾。我甲恁爸爸吼，较放心啦。嗯，妈，安怎？唔做啦。我身体无好。我烦恼。哎呦，别烦恼。你烦恼啥？啊？有妈妈伫，免烦恼。哦，妈妈逐天吼，拢嘛求菩萨保庇你。亲像恁爸爸即回住院，妈妈嘛是求菩萨保庇，参你做伙，嘿，拢求伊啊保庇恁。我拢无甲你唠交呢，知无？哦，哎、欸，我才讲你安尼睏平较好尔，你安尼甲咱揽遐硬，哦，会袂喘气啦，哎、欸，哎呦，袂喘气，安尼是要安睏啦？嗯，都好，都好，哎、欸，哦，都好，来，哎，啊，加加加嘞，哦，紧睏。像细汉的时，妈妈给你打打呢。你免烦恼啦。你就应该好好休困，公司就交予我。伊安尼阁会甲我骂呢？你莫甲我管啦。算好，无爱予我去花莲看爸。我问明年就讲爸的状况真好，我真正足烦恼的，我煞无法度斗三工。你哪会无斗三工？你毋是嘛有轮流陪妈困？而且
你把家己照顾好势，对阮来讲就是上好的帮助。我真正足想要去看阿爸。妈有讲，爸的代志就交予哥，咱爱做的是卖予哥烦恼，这样才是真正的分忧啊。姐，你的病情哪会这尔歹啊？你是不是昨暝无睏好？我看今仔日还是我来陪妈睏。我不爱，我要陪妈睏，你莫连这拢要甲我手啦。啊，恁姐夫伫咧外口等我，等伊看诊若过好吼，可袂细细点啊？我先来啊。好啦。我是当时甲妈讲较好，梅英啊，梅英啊，你是咧想啥呢？想到失神失神？无啦。哦，我有听奶讲，你最近较少去公司哦。我最近公司就无啥物大代志。阿奶嘛处理甲真好，我着较少去啊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啊，迄丁花今仔日吼有来看我哦。嗯。伊讲你吼最近做环保吼做甲真拍拼吼。哦，是啊。妈，已经真晚，你好困啊。哎呦！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代志未记甲妈妈讲？有代志是爱讲出来哦，唔好伫心肝内哈。你无甲妈妈讲。到底是要跟谁说？嗯？妈。嗯。我的癌细胞转移啊，啊，不过医生有讲，我只要动手术，好好啊治疗。也是会好起来。我你当时决定要手术，爱甲妈妈讲一下，我爱给你保一下身体。啊，你这几天甲我困伫遮，应该嘛是无好好啊困，
明仔载回去恁家睏。手术前、手术后，身体拢爱好我顾。啊？来，过来，好妈妈，咱一起来。